我觉得有在做很多怪动作的，就是海产。为什么？对的。刚刚有一个这个叭叭叭叭叭叭，再一个，一个瞬间回眸，超刻意。这是什么？对，我的脖子是酸。就是他很多奇怪的动作，然后像你们。就是很正常的，什么拨个头发啊，女生遮嘴巴啊，害羞啊，挖眼屎啊，就是这种。我是有一点抓痒啊，但是是真的痒。对，你有解释那个好像是你可以解释，想抓又不抓，想抓又不抓。没关系，因为等一下我们就摆在另外一个地方，然后我就会继续抓痒，因为我这边不知道怎么好像有点过敏。真的吗？所以会不会太 detail？ 大家可能听海产讲一下吧。孙珊，你觉得是？因为我窗口跟我说好像是海产的。乖乖，哎，笑特僵，今天就僵僵的。我有点太刻意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是刻意，只是在捣乱一下而已。然后零九在他解释这个超奇怪的，谁 care 他痒眼睛痒不痒？对啊，故意跟我讲我眼睛痒，我眼睛痒吗？他故意解释给我听，还要说出来。对，他说我眼睛痒。然后孙生感觉原本我也觉得孙生怪啦，但因为零九这个解释之后，我今天不是站零九偏零九怪。哥，搞不好你真的痒啊？对啊，他感觉真的痒，真的很痒啊。好，你们都站他这边啊。怎样？好，那不痒。那我等下不抓了，我等下这样。绑住。好，那我帮你抓。好，我帮你抓。那你这样可以吧？合体技可以，鲁迅而已。你可能真的很痒，鲁迅。请问是五个字吗？五个字吗？对，老对。一轮都快过了。不是食物，不是食物，不是食物，不是食物。地点呢？地点，人名啊，小段位置，对吗？好，专有名词。专有名词，专有名词，专有名词很抽象。你说臭泡泡还是瘦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冲脱泡盖少对，吃搓冲茶对，搓冲捧茶。它是名词，我懂。舅舅 A B C， 好呀。对，我没了，没招了。